更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本来呢，我们是准备为大家带来的是中日之间的这个对局，但是应广大棋友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临时改成了这个我们两位中国棋手的这个对局了。那么看来这个棋友们对这个柯洁还是非常非常关注的。那这盘棋呢是柯洁对阵中国的这个00后的小将，2000年出生的谢柯。对，谢柯。竟然这是他现在是对日本的伊力辽。对，那么陶先生是出生于这个94年的，应该是这一轮里面年纪最大的了，已经是。对，简直是不可思议啊！94年，26岁。那这位是谢柯了啊。谢柯以前最好的成绩是4强世界比赛。对。看到这次能没有突破。那小伙子长得也是挺精神的哈，好像浓眉大眼。浙江吧，跟你是老乡，浙江人。对对对，老乡，浙江人。柯洁也是浙江丽水的，对。是。换了一些饼干是吧？柯洁，巧克力。对。那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们这个年龄相差不大，差三岁。对，只差三岁。那这盘棋呢是由这个谢柯制黑棋。谢柯这个升段也是很快啊，可见他这个平时这个成绩应该是很不错的。对。然后黑棋点角，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常见的布局了。然后白棋这个地方选择了简单的长，飞，然后这个时候白棋来挂角，白棋是挂的，挂的这个，然后这个。黑棋尖起来。白棋手脚，这都是非常普通的。那么黑棋这个时候选择了守了一个大飞角，白棋拆边。这也非常大的一手，正常的感觉这个白棋很想在这一带下棋。在这边分头。对，因为白棋这个地方是个高位。比如说你走这个，我这就是最普通的拆二，这感觉是非常大的一手棋。对，或者飞起来，是。实在呢，这个一起走这个，那白棋能抢到这个，应该还是非常满意的。对，那么黑棋这个时候拆一个，这个感觉也是堂堂正正双方。对那这个时候呢，白棋飞了下来。这个也是，这个棋呢飞起来呢，跟相比黑棋尖起来呢，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飞也是这个飞完以后的一个后续的下法。黑棋飞。这都是眼见的好点。对。因为这边被白棋飞下来，那必然黑棋就要把这个压迫到这条线上。这边白棋再飞起来的呀。对。然后白棋拖。黑棋扳，白棋连扳。这个飞局部的一个定型下法。实战呢，黑棋是选择了打完了贴住，走到外面。因为你如果想吃角的话呢，这个棋可能并不便宜。我吃角，原来这个地方如果跳出来的话，这将来还有立了打出来的手段。这个局部啊，立了打出来也很严厉，将来。所以这样呢，一般来说脱了扳的时候呢，是没有直接去吃角的，没有直接吃角的下法。对，黑棋没有。一般来说呢，那这个棋黑棋如果打完了冲下去呢？打完了冲，我还是打拔呀。我就这样的话，下一手这个冲，
黑漆受不了啊，你可能还得补一个，也就是说这样黑漆可能会落后手。对啊，你实战相比实战这样贴白漆还是打吧，那黑漆肯定是先占大场的，这个冲只是一个关子哦、所以大家记住这不要打了冲，嗯，打了贴是这个局部是行的比较好的下法，这样黑漆就可以脱先了。对，嗯，那实战呢就是定型成这样，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当做是一个定式了？嗯，也可以吧，也可以说一个常见的定型的下法吧。嗯，因为我觉得现对我们来说，现在很多是过去流行的这些定式啊，现在不适用了，对，都已经不适用了，它已经基本上几乎消失了。嗯，那么那些可能已经是被称为淘汰了的定式。对，那现在这种流行起来的变化，就是双方都可以满意的，是不是就可以称作这个新定式了呢？差不多差不多啊，可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定型、嗯、这个是、嗯、那么白棋啊黑棋这个时候翻，嗯，感觉这个黑棋啊从开局这几手棋来看、嗯、就是好像这个心态比较好，这个黑棋就是好像都是稳扎稳打，然后就下的比较简单，嗯嗯，就是这样的定型。本身搬粘也是很大的一个手嘛，他可能不走的话被白棋立一个、嗯、被白棋立的话呢可能会要逼迫你去从这边二路去爬，嗯，这爬一个呢本身是很损的，爬一个把这个冲断的变化给走没了，嗯，因为我立的话呢你如果直接走的话，那我这个挡变成是一个先手了、啊、这样上黑棋太难受了，这黑棋就无法承受这个被收刮的这个后果，嗯，这还得 补活，是这个有点接受不了，嗯啊，所以说这个搬粘呢是为什么要搬粘，这就是防止白棋二路立，嗯，很大，嗯，是这样，黑棋搬粘之后白棋脱先了，嗯，就是说有时候这种二路看起来是个关子，但实际上也非常大啊、嗯、然后白棋分头，黑棋拆一，嗯嗯，肯定是现在这边比这边逼这边要重要，因为你逼这边这木价值不大，然后又一路搬，对，只有硬腿、啊、嗯，这边这个拆一呢把脚也变厚了，而且扩张这边的下一手飞起来扩张这边的模样非常大，嗯，然后白棋拆，嗯嗯，现在双方都在拼抢木数，然后这个时候黑棋跳的时候、嗯、白棋来选择打入、嗯、这步棋打入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因为毕竟黑棋这个地方已经守了一步棋了、嗯、而且是我在我刚守完的情况下你来打入是不是很不给我面子呀只能说他这个打入有什么后续手段吗？对，嗯，那作为白棋这一方黄老师他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在我补了一手刚补完前脚刚补完你后脚就扎到这个位置来，是不是看不起我？也不是这个看不起的意思吧、嗯、应该他就是算你可能挣一个，如果我不知道他实战怎么下的，嗯，他就觉得就这样能做活呢，哇，他觉得这将来这样拖有这样拖的尖，比如这个棋这个拖了，比如说这个刺有这样的手段，嗯，只能接住，然后大概接住他长粘住，嗯，就是他是不是觉得这样能够比较做活呢，嗯，不是很困难做活，嗯，那而且他觉得这个棋我如果将来被你飞过来，嗯，这样将来打入会不会就活得没那么轻松了可能，哦，也就是说其实他也有可能是在适应手，对，你尖一个或者他大飞过来你再对，嗯，你再打入人家有可能会更加强硬的下法，嗯，或者和强硬的顶住啊，这边子多了以后都有可能，哦，那这个理由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啊、嗯、不然这个感觉有点太不给这个黑棋面子了、嗯、我刚补完你这个而且你扎的那么深关键是、嗯、是吧，然后黑棋实战是跳、啊、其实他这个棋也不一定一定要活这个子，其实他有可能是一种适应手，就像我们那个这个小飞脚的时候拖一个那种，就看黑棋怎么硬，那你如果走在外面呢、嗯、我留一个活棋我就先不用去清消你了、嗯、实战白棋继续在这靠啊、嗯、对，他可能就是希望你如果搬住搬里面的话，嗯，就是他这样就
活得比较轻松。哦，那这样活得确实是很轻松，我也会活。嗯，然后再刚才那样拖完，拖一拖这种，嗯，总是能拖完以后挡这个。嗯，可能他就是这个应该靠就是打入之前就想好的吧。嗯，那黑棋，每次走这种棋的时候，我觉得作为黑棋一方就特别不舒服，就觉得本来这就是我的空，然后你要在我的空里面搞事情，而且就是最关键的是，有的时候你搞完事情之后，你虽然死了，但是你外面有很多借用，这样好像你也不吃亏。对，嗯，但是作为黑棋一方，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得多动点脑筋，怎么样去让白棋这个付出代价。实际上黑棋，哎，这个下法我觉得很少见，黑棋打完了之后直接粘上了。嗯，那是因为有这个子的缘故，而且跟周围的配合都有关系。嗯，要是没这个子的话，这样被冲下来，对，它是个分裂型嘛。对，被分裂的话，嗯，比如说这样被拐的话，那这样是，肯定是黑棋不太满意的。但现在多了这个子以后呢，你再冲下来，这个子反而不好下了，白棋，而且加上周围的配合，这两边被分断的话，嗯。所以这个局部呢，现在这样下是可以的。嗯，这个黑棋厚有厚的好处。对，可能柯洁也当时，我估计也没想到这个谢柯这样的反击的啊。嗯，对，因为他人毕竟不是 AI 嘛，什么变化都能那个记得住，或者是都对，对，可能他一下忘了黑棋还可以这样下，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确实是个非常手段，毕竟黑棋这个地方是有子的，对，没有子我们不敢乱下，甚至可能都没有这个变化。对，可能被黑棋这样下的话呢，他局部有点不太好办。嗯，肯定是有点懵，我觉得对于这个白棋来说。那实战白棋是靠了一个，继续在这地方进行腾挪，继续搞事情。这个地方，黑棋翻，白棋断啊，棋从断出生。我们一般腾挪的时候就用上这些手段。黑棋打这个，其实就是说白棋这个地方是有先手的，对吧？嗯，你冲的拐是先手。嗯，这个地方是有一些先手的。他就利用这个冲的拐，所以在这边。嗯。你敢是从外面走，对，我还是想走外面。这样的话就比较狠，这个黑棋这个下法。但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棋，有什么棋看不清，看出来看不清直接这么说吧。对，看不清这个是什么呢，也许他就藏出来，再藏出来。嗯，不知道他是藏我就走外面。嗯，这一时半会好像也没有看见白棋有什么直接击溃黑棋的下法。对对。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黑棋这个下法是比较强硬的，就是说一点便宜都不给白棋。想在外面走棋。嗯。实战，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啊，他柯洁他保留这个冲下来不走掉，他将来保留这个二路打这个活角，对，始终有一个活角的棋。那这个我觉得黑棋确实还是很想在外面，对，很想强硬的，不能放过白棋，因为实战的下法呢，这个让白棋松口气，有点重复这个局部。对，实战是走打，实战是打是这个。那这个白棋就松口气了，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活棋，然后白棋就直接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冲过来了。那么白棋也有所得，这个地方，这白棋还是成功的转身了。对，这个黑棋看起来将来这脚上这还留一活棋的话，感觉这地方效率并不是很高。对，黑棋，唯一的好处就是黑棋这个地方比较厚，然后白这个子变得更弱了一些。那实战黑棋是打入在这儿，这个地方黑棋这个子不能再跑了吗？跑是可以的，跑我要跑，他只是觉得局部没什么好棋，那我可能打上来了现在。
哦，这样。嗯，我这还有劫财，关键是。嗯，我好像。你直接，你如果只能接被我火过来，从局部来说，嗯，可能是有点太重了，黑棋。这个作战黑棋好像有点无聊，嗯，没有目标，反而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嗯，对这个。跑出来比较无聊，嗯，直接跑出来，他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太严厉了。但感觉这个子被白棋吃的话，白棋这个地方也很舒服，嗯，效率也挺高的。对，反正白棋从这靠段以来还是获得了成功，嗯，我觉得。嗯，当时如果不在这边靠段的话，就不知道怎么下了。对，那实战呢？黑棋选择了打入，嗯，白棋长起来，嗯，黑棋点，嗯。白棋挡下去，嗯，黑棋搬，那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呀？感觉好像这个应该是一个常见的棋形，嗯，看看，嗯，但是我感觉我好像比较少见到就是挡下去的，嗯，挡完了搬斩，搬感觉上比较强硬，对，一般，嗯嗯，一般来说，一般来说都接住，对对。然后将来可能就是什么打一打，嗯，飞一飞，这样继续攻击，嗯，那么挡住，再搬，这样攻击，嗯，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形，但他搬下来是比较强硬的一个态度，就跟那个一样，那个我们没见过可以打完来粘的。这个好像也比较少，其实很多现在很多棋真的是要比熟练度，嗯，比如说你这个棋用 AI 摆过的话，你如果知道后面变化，那就是不用花什么时间，嗯，对，现在真的用功程度很重要，各种局部啊，你如果都是用 AI 这样跑过的话，那会不一样，嗯，对，还是这个不同情况下，就是比如说这个时候，这个距离的位置的时候，白棋有一个，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也这个打入了碰啊，是不是都有什么套路的？哇，那这个太可怕了！如果这个都有套路的话，那都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他是不是忽略了这黑棋有个猜疑的时候？嗯，黑棋可以这样打了接呢？我觉得有，嗯，对，也是。嗯，那这个时候黑棋来冲断了，嗯，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怎么样的作战？我还是比较好奇的。黑棋他是冲断了吗？他实战？实战是冲断的。啊，实战冲断的。嗯。他是不是应该这个棋，就是断这个不知道怎么样？断这个白棋是不是？白棋肯定要爬这个。爬啊！啊，黑棋拐。我扳住。嗯。打了压上面。打了压上面。嗯。嗯，那我这个棋。你应该是要长的吧？这地方你被我立完，再打下来，再长出来，你肯定受不了。哦，但是，我看哦，我可以长，我可以长。我这个可以吃掉你，你顶不住我气，我可以大致上黑棋可以这样弃子。哦，这样。嗯。这样谁满意？这样局部可能好像应该这样下。哦。实在呢，它明显是损了黑棋。嗯。嗯。这样。这是弃子。再正过来什么之类的。嗯。应该是弃子，嗯，你这样挤了打都是先手。嗯。将来这个地方还有一长出来，甚至直接长出来，长了尖出来都有可能。啊，长你只能冲这个。对，大概这个地方不能被黑棋拐。嗯，这一拐完杀气，好像明显是肉眼看是现在，而且你这个地方这个味道不好的情况下被我一长，你可能更不敢走这个。这被我拐完，你要这样跟我杀气的话，嗯，感觉这里面味道太坏了，这冲的坏，对，这冲挡不住了。如果我现在大概小气儿的话，嗯，这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嗯，黑棋这样下，加的时候你大概你也不能被我这个地方被我打一下。嗯，打完这一扳你这个地方还有问题，所以就是大致上是这么一个逆行，然后黑棋再长出来。嗯，也许这样是，从我们局外人看这是最佳的一个下吧。嗯。但他实战的谢科呢，是选择断的上边。嗯，谢科没准备气，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变化，可能哦，他想到没有想到弃子的变化。对对，没想到弃子的变化。哦，嗯，那这样的白棋粘上对就嗯很明显，这个时候呢，嗯，啊，
这个时候只能加了。嗯，然后我打的时候你不敢跑。对，不能跑，被我力死了。只能从这儿渡过。但是这样被白棋这么干净的提完以后呢，这明显。对，这个地方白棋也没有担心了。对，这个局部明显是黑棋。嗯，亏了。而且这个形状，就是说，即使没有这边的话，这个局部应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黑棋吃亏的、嗯。对，肯定亏的。这边提成这样，你还得。对。对，就被这样这样这样直接提起来，肯定是。嗯。应该正常，这个大家还是刚才那样。有段弃子啊。那样弃子比较好。嗯。黑棋挡。嗯。然后白棋尖。嗯。哎，这个尖很舒服。对，现在趁着你这个地方打，还有将来还打了冲的先手，对，尖现在他只能尝试。这步棋我觉得超级大，这个白棋这个安定之后，黑棋这个后势就没有任何目标了。嗯，对，这肯定是非常大的一手棋，不然被黑棋逼过来。对，关键这种棋就是后上加后，然后又怼在一块儿，就对，觉得很不是滋味。关键你被他搅和了，这个地方效率太低了。对对对，哦，然后黑棋这个时候是搬一个做活，非常机敏这手棋啊，谢科。嗯，从这个搬单这个二两，因为其实白棋有可能这时候就应该侯这个啊，侯这个，如果黑棋挡的话，白棋已经便宜了，那我就便宜了。嗯，将来呢这个地方你还不活，对，因为你这个地方如果被黑棋扳倒一下的话，那有可能就差两目棋啊。对对对。你将来黑棋做活的话，就接白差两目嘛。嗯，这两目跟白棋侯比。对对对，因为白棋是不可能去打拔的。对，打拔之后就等于送黑棋活了。嗯嗯，你打拔跟搬粘有什么区别呢？现在这么厚了，对吧？对对对，你打拔就相当于现在去搬粘了一下。对，所以黑棋搬一个是非常机敏的一手棋，非常机敏。如果白棋挡住它，这时候呢，其实柯洁可能当人类的这种去侯这个很难的。因为猴基本上是先手吧，后你不走的话，我万一这地方我再一尖，你这个棋应该就是活不了了。这个棋，你可能还是得挡这个棋。嗯，因为你往外跑，这留个跳，本身官子也搭个这些眼位。嗯，猴找一个白棋再走，像柯洁这样再顶，那明显便宜。哦，嗯，实在呢，被这个机敏的谢科非常机敏的这一扳，嗯，你柯洁就没有心情挡这个了，明显挡一个就明显损两目。对。这个两目就变成又贴七目半变成贴五目半了。嗯，这个对于这个高手之间来说，这个差是差不起的，接受不了。嗯嗯，一时我还不能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柯洁肯定是选择了脱先了啊。这个两目不能白被你便宜。实战白棋选择在这里飞，继续加强这块棋。这步棋也是很大，我觉得。嗯，是很大，但是。因为本身这个黑棋这边走过来的时候，黑棋这边都有硬腿的这个先手，可能以后，然后黑棋冲，白棋飞，他可能觉得直接被黑棋断了，还不如这样跳一个。嗯，哦，这个黑棋下的非常的直接。嗯，我觉得我几乎很少看到就是这种形状，黑棋去吃白棋这一个子的，就真的很少看到。但这盘棋黑棋下的非常直接，确实这时候其实该白棋下，白棋也不知道没，对，挡一个也被点一下，他这样，他可能觉得全盘没什么大棋下了。没有什么，这地方爬都不爬吗？嗯，哎，不过我在看啊、哦，是这个地方其实白棋啊。应该就是打掉算了。对，这不打以后黑棋就是一点。因为这个打，我也有可能，对，点他是死了，对，点这个，对，你说的对，点这个然后再立这个，这就这局部在一起不活了呀，这都活不了了。对，局部、有没有这种尖的下法？没有，有可能，但是尖被我一挤，好像也没。这个局部也没气，也没事儿。这局、有用吗？哦，没用，我这打完了，套死了。所以黑白在这个地方好像还是需要先交换一下吧？还是交换一下好，将来免得生变这个地方。对，现在会不会就生变了？现在可能还好吧。你现在要走这个，有没有可能？
当然也有可能，但是黑蟹这个外边一下子就变薄了，白蟹这个地方就有很多借用。总之白棋找个机会还是打掉好，找个机会。但你现在生变的话其实我也不亏啊。对对对，白棋打总是不亏的，你现在要点在这的话总是他总是是。那白棋这个还是趁早走了吧。免得以后真的走不到试下应手也好。对，不管什么时候试下应手白棋。现在我觉得黑棋可能还是接住吧。对，走这个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需要勇气。其实你刚才说的也还是有一定道理，这个局部好像暂时没事。试下应手也好，你这个毕竟点到这来，外面会多很多借用，这个飞啊什么全是先手。对，应该打掉这个地方，总是打掉，应该试一下应手。是这样，黑棋这个下法确实也是很少见。这样不知道好坏，没有怎么见过。黑棋继续冲，白棋长，然后黑棋把这一下粘掉。加啊，谢科这盘棋就不停的在二路。但这个棋其实他这一下为什么没爬掉，我不太明白。会不会因为能爬着？爬掉他可能觉得爬肯定是爬的，这边搬起来还是很大。是站白棋虎完了之后脱先了。在那里立个，其实柯洁一直从这些点开始就一直是想，还是想对黑棋有点想法，有所图。那实战黑棋是拐这块棋，黑棋也算还比较厚吧。他立他肯定要拐吧。对，然后黑棋跳。那这就被白棋挡了。对。黑棋还是应该爬掉。爬了甚至加一下，因为爬了加一下试下应手，加他立下来这边会有些暂时也不怕。爬掉总好。黑棋实战搬起来，但始终这一下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为什么要保留，还是应该是什么时候都是找个机会打一下。是因为他现在毕竟这时候保留这个冲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现在莫非他没注意人家点这个，那应该不会。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那他总是应该打掉。对，应该打掉。这样的。黑棋连搬起来，白棋再连搬。这个棋打一个。白棋粘。我这棋只是粗粗看了一眼啊，因为我本来是准备的那两盘棋，主要是关注那孙正旭跟那个伊利聊的棋。这样黑棋直接打出来。定型定的挺好的。这样打了一虎，这个棋形非常的。对。这个棋形好就好在白棋这个子的位置非常尴尬。本来这个是个先手的，在这个位置。对，而且它封不住的地方。这是黑棋满意的地方。实战白棋拐，虽然黑棋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亏目啊，打一下。对，但是你别的地方你出不了头啊，不像这样能顺利的这样打了打能够出头。应该说这定型还是满意正确的。黑棋满意。白棋虎。黑棋这个时候这个猴是好棋啊。因为你不能搬你的棋，你搬被断掉了，直接你这脚上气非常紧。没有什么气，甚至你如果但是我觉得这一下很开心，我却就让你全开心掉也没关系，全全进入。那我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气掉，但是你怎么呢，你就怎么下呢。因为你直接杀气肯定是我打你肯定是不能接住的。对，这个又不行，接住这个这没有气，这点了一粒的话这脚上是没什么气的。我扑掉黑棋。没有气，四口气。那你就是说你这两个都不能要，打拔黑棋也没有气。对，你不能要你就只能做活呀。跟我这两个交换一下。那我这一串好像所以说他不能搬呀，
所以它这个猴是好奇啊。哦、这个猴，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还……但也是迫不得已啊。也不，这个地方也许是柯洁、啊。就是他很开心的吼了一个。从结果来看，是很开心的吼了一个。哦。因为这个猴，这个棋，如果可能，白棋还不如单飞一个呢。嗯，单飞。嗯。这个单飞的话，可以就会冲死你吗？那冲我再冲呢，还比实战要强多了。哦。那我再挖打了，弃掉。嗯。再打，比实战至少好了。好了。一目多啊！下一步必须还能挡，还得挡。你得对，还得硬一个。嗯，那明显比实战要便宜，实战等于是下成这样了。啊，等于说这手棋还是要点呢。对，这两手棋交换不便宜，亏了一目多。嗯，可能他柯洁也，因为这个贝叶猴这个局部没什么好棋下了。但这也是人类的盲点吧。所以因为柯洁下的时候他可能没注意这个地方以后。对，因为我们在这个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是认为这是一个鱼形空三角的形状，然后就觉得这个肯定黑棋不会有什么，不会往这儿走，就可能脑子里面就不会有这步棋，但事实上这步棋反而是这个棋形的要点了。对，这个棋反而是白棋后的地方多加了一个子。对，不一定好这样。所以这两个子交换其实白棋并不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人毕竟是人嘛，他不可能什么都算得到的话。对对对，因为从小我们就知道鱼形空三角不是什么好的形状嘛。但是呢，作为一些科这一方来说呢，他逼到了这个局面。他只能对他，你别的地方没棋下了，局部是只能猴了。我是觉得黑棋这步棋，但作为柯洁来说呢，他不见得就是说想得到这个猴。对，这个怪只怪我们这个脑海中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观念啊，这个但他下完灌输的、这个、下完这一步以后，柯洁肯定知道这个棋形，这就有汗流下来了，可能对，所以这个猴可能有点难下，难受，是难受，局部动不了。对，而且因为这个确实有眼形。白棋飞，黑棋冲过来。现在这个局势呢，就是说黑棋其实捞了挺多空的。这边是过去啊。对，这边这个空黑棋捞的确实很舒服。对，捞了20嘛接近。对，现在白棋的一方来说呢，就要经营中府了。怎么围多大可能就取决于这盘棋的关键的胜负。对，现在形势的应该是很接近的。很接近。确实我感觉黑棋从这个这个中盘开始啊，就一直在走目数。对，也是因为这盘棋的格局可能是黑棋都比较厚，然后他就完全不顾及这个其他地方了。我觉得他一直在凶狠的捞这种目数。所以导致现在这个从目数上来说这盘棋应该是差不多的。对，现在目数呢是黑棋领先。就是看这个中间，取决于中间这个的潜力能成多大。对，黄老师，那这个地方你是给黑棋算上目了吗？这个地方应该还算是打算是接住吧。哦，那你算白棋这个地方其实是有活的。对对对，那其实我的话，我黑棋我就很想点进来杀他。可能确实有可能，现在真的是点进来。但作为这个柯洁这一方，这一下总是好的了。你先问一下应手，你如果点进来，那中间的可能，比如说你现在点，那我对中间的下法可能就不一样了。对，我这边可能就先手了，毕竟我这一提对吧，我这边很多先手飞什么，那我怎么围的话就是但当哪一天黑棋走到这边的位置的时候，对，比如黑棋这边厚了以后，那人家必然要这样杀了。对，你这些先手你都走不到了。 对那这个确实是应该先走掉，还是应该先走掉。好，那实战呢，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问一下白棋。对，看你走哪，你是接还是点这个，点这个你点这个，我看中间，那我可能先走中间。对，我这么围了，我有可能飞这个围中间。实战白棋先围的这边。当然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点了。下一手飞下来威胁着黑棋这个。对，而且这一手棋白棋基本上就把这条线给封锁住了。黑棋飞了一下。那飞一下就明显是要脱先的节奏，黑棋飞完了之后飞这儿。飞这个，因为它长是先手嘛，所以暂时还不怕间断。对，但这个棋，黑白棋这个先，现在还是应该打这个。对呀、啊，还是应该现在打呀。他为什么不打这个呢？这个我就没有
没有明白，没明白，他没有别的保留啊，他保留这个利吗？非这个官子。嗯，那你打完冲还是先走，也可以那个这样的。对，正好正好这个棋，我可以往这边，是不是往这边来？对啊，这样的话，你要现在点的话，这个变化完全不一样了。嗯，甚至我这拖是不是都有的没？拖，嗯、你现在不能虎虎被我踢掉了，别人打、嗯、我粘上。甚至这种长，我不知道。哦，都有可能长啊，长你冲下来，嗯，长你打这个。当然这个变化不是很成立现在、嗯、但是这样的话毕竟这个，而且我现在的劫财可能都有关系啊，我真有可能直接把你剪断了。哦，剪断是够狠的、这个我觉得有很多办法，我甚至我就飞一个呢、嗯、我下一次要靠断你啊。嗯，威胁一下，飞一飞你怎么办？我觉得很难下。 嗯， 嗯，我觉得现在打的话，白黑棋说不定只能接住啊。嗯，对，总之这个其实我们一直都操心、嗯、这下就怕以后打不着了。嗯，但是按照实战白棋这个下法来看，好像是稍微有点草率啊。嗯，就是白棋这个地方都没有便宜到，然后你如果让白黑棋太厚的话，你打的时候人家肯定是，对，实战我感觉白棋应该是判断过形势了。嗯，啊，判断过形势，然后选择了这个，就等于说把这个地方围住。这个白棋尖完了之后虎过来，这一下子其实这个这盘棋的格局就已经定了，基本上就是这个之后的收控、嗯、而且他这时候他怎么也没有冲掉呢，好像实战啊、哦、没有冲掉，这个将来也被，所以这个好多该走的地方都没有走掉、这个、冲掉呀、嗯、对啊，这也是绝仙呀，就有可能现在接住是先手，对，有可能当黑棋跳出来的时候你冲就冲不着了。对啊，跳出来的话有可能中间更大了，当你这边围的时候，对对 对、嗯、对， 对， 对，所以柯洁这盘棋就是好几个该走的地方，对，保留，对，就一直都在保留。嗯嗯，是，这有点、嗯、他可能还是下有点大意了。嗯，那实战等于说这个地方他虎成这样嘛，嗯，然后贴过来、嗯、这个时候被黑棋一跳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就，对，现在从那那明显人家肯定是要往里面进来了啊、那因为你这样的话你那这些交换你都是亏的呀。嗯，是，你在这边花了一手棋干什么？如果人家有这样的棋形的话，你肯定不会再去尖了搬了土了贴了呀。嗯，对，你走完以后那这棋被黑棋进来就太大了，所以这时候也应该先冲了黑棋白棋。对，嗯，而且这个棋啊它没有冲，光从目数角度来说啊，就是甚至他当时什么在他没下的时候就应该冲掉，对对 对， 对，那时候大家黑棋还是要断的，是肯定要断，要不然黑白棋黑棋冲一个就感觉点那个什么。而且我感觉他实战这个下完之后，那这下没冲掉，从目数上其实人家冲完了贴他也不便宜，没事，但是黑棋可以直接跳出来、嗯、就有可能这种棋如果黑棋不能跳，如果是绝线的时候黑棋这个有可能会便宜，算了，但是黑棋这个地方直接就跳出来的，他可能是确实是这个保留的有点过于的。谢柯那就机敏的跳出来了，现在对你不冲那嗯就给。对，这个白棋好像有点过于的这个，嗯，还有草率了。我觉得这盘棋有好几个地方、嗯，这个地方没打，就想当然了这个棋，嗯，就觉得我随时都能冲到。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嗯、那他现在冲没有，因为我后面都没看。嗯，他现在就打这个了、嗯、但是这个黑棋肯定是要吃了、嗯、然后白棋提，黑棋立、嗯、白棋走、嗯、黑棋猴，猴这个，这个是不是也亏了呀？这个白棋会不会有亏的可能性？挡一下会不会便宜一点？挡，他可能觉得把这个棋这边的变化，这边的气势，嗯，但是从目数上来看，这有一个子应该会好一点，就是这个跟这个交换便不便宜的问题，好像可能现在目前来看也没什么用，现在没什么用，嗯，嗯，那可能是。嗯，是，哎呀，白棋冲过来，那这一下好像亏的有点多，哎，好像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冲完了之后断，
然后我可以去打吃，白棋长，黑白棋长，黑棋打的时候白棋还要长呢。这不是白白的被黑棋冲进来了吗？啊，对，啊、长这个啊，对，它还要长，这是什么？长就是杀气吧，好像局部也杀不赢啊。局部我就是加的嘛，还是虎都行。他虎的，杀不赢哎。他就想这样弃子，先手封锁。那这样的话还是没有冲斩，那不等于被白棋黑棋的白白的冲击进来了。是，那话是如果白棋冲掉这一下的话，这个目数上来说是不是应该白棋还可以呢？对，白棋形势应该不这样尖过来。对，因为毕竟白棋这个地方的目数是最后被白棋围起来的，也挺细的，我估计挺细的。但是这样的话可能局势就会有些变化。对，这一下子黑棋就冲进去这么多目。然后打吃，白棋点过来，黑棋这个地方有点难受，只能走这儿，顽强的拱住。对，这个时候不需要什么好看的形状，只要把这个木破掉就行了。黑棋如果往这儿硬的话，是会扳住。这个地方又成了很多木，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是。脸面是不需要的，只要站住目数就可以。这个班长变成先手。白棋飞下去。好，飞这边本来就是能收瓜的。黑棋贴。白棋长。收瓜这块。对，这个黑棋活气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对，黑棋冲，白棋就没有冲了，没有敢冲了，爬过。对。顶，黑棋跳，往中间跳这个。一方面，他觉得搬了长已经是活了，这个你冲过来的话，对。然后这个地方还这个威胁白棋这个的目数，白棋搬一个，黑棋团住，直接战胜。黑棋尖。白棋尖一下，黑棋硬住，对。然后白棋继续冲一下，黑棋退，最后白棋把这一下挡住。黑棋这样争了一个先手。黑棋现在把这个顶完了之后挡住了。他可能觉得被白棋冲过来，这样收刮一下还是挺吓的。挡住，白棋把这个靠住。现在进入关子了。对，进入关子，应该这棋还是挺细的。挺细的，但是呢，本来是白棋稍好，白棋如果这一下冲掉以后再尖了，甚至这下能打掉的话，那是白棋优势的。现在这样被黑棋跳进来以后，棋变得很细了，应该是。黑棋记了一下，粘上。而且这个地方怎么也不打掉呢？我也没太弄明白。对，没有打掉。本来白棋打掉的话，这个地方黑棋打进来是个后手。对呀、现在白棋没打掉的时候，黑棋瞅准了时机往这儿断打。这个地方的目数是怎么回事啊？这样是吧？白棋如果退的话，这黑棋已经便宜了。这还打还是先手呢？相当于便宜了。那肯定便宜了。便宜了。那就剩三目棋了。这个地方是两目，这个地方是三目。那本来你打掉以后，怎么也是折半算也不止三目。这肯定不能长啊。对，提了吧。实战是提。那这样黑棋这个地方又白了，出了一下。我觉得这又亏了呀，这怎么不打掉呢？白棋。对。这打掉明显比这样。比被黑棋冲两下强啊！这好像你看三个局部，这个没打，然后这个没冲，这个又没打。这个地方没打也是不可思议。对，这个地方没打，可能没想到把黑棋从这个地方打完的。是吧？然后黑棋搬。
这个还能藏进来啊，白棋粘，这个黑棋直接藏到这儿。哦，这个是什么呀？藏，我冲呢，冲过来。这是什么？对，但这边是不是有杀气的关系？我试下拱这个。哦，你如果跳，是不是有杀气有关系？我觉得，你不然你连不回去呀、啊。你要不这样？不这样。从。哦。会不会这样杀气？我看。这我身上。穿一条。但是看着好像白棋气挺长呀。看着好像是有眼杀无眼的样子。嗯，这是个什么呀？我这一下可能不错，能藏过来。那我还是收住。就看起来白棋气场，对对对，这地方就是懂了。这是什么？这黑棋能连回去吗？ 你怎么连？感觉有点难度。看不懂有点。对，因为这个时候黑棋冲进去的时候，白棋选择了退让。而且这个时候时间肯定柯洁也是应该遥遥领先啊、嗯，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时间可以想。对，为什么白棋不选择这个？冲他接肯定冲。对，没有看出来这个地方黑棋有什么强硬的下法吗？没看出来，我觉得这已经被断开了。对，这是为何？就只能在这边杀气吧，真的、嗯、只能是你看成这样子拱住，就是不管怎么。嗯，那这样杀气确实感觉黑棋气不够啊。你就看这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黑棋可以打这个吗？先直接走，然后顶了之后打掉。啊，打掉，对，打掉。这样好像白棋是个卖气。啊，对对对，你说的对，打一个还是个要点。嗯，这样不管白棋走什么，我这一走。对对对。好像白棋气不够了。对，这个打是个要点，刚才被你团在这地方。嗯，这样好像这黑棋有这一猴啊，这个。白棋吃不掉它、嗯、确实是应该是这样算的。嗯，所以白棋这个地方选择了退让了、嗯、还是。但是我觉得退让，你是不是你这边退让是不是也冲过来便宜啊？冲一下啊，冲过来。哦，我觉得你即便退让，你是不是就是再回来是不是也比。嗯，就是这两下交换一下是吧？对呀、啊、嗯，也比被黑棋这样直接连过来会不会好一点？对，因为是上白棋顶在这儿的时候呢，黑棋直接冲在这儿了。嗯，是不是冲一下总好一点？嗯，是。那这样的话，实战黑棋就把这个冲回来，嗯、然后白棋团，黑棋就把这两个子给收下了。这个地方等于黑棋也是便宜了、啊啊。我觉得白棋即便是冲完以后再靠，也好像也。强于实战，我感觉他。嗯，对。然后白棋现在补这个，啊、嗯，因为这个地方有几翅，然后可以去粘上。可粘也很大、嗯，打拔了有十目棋的价值。也很大，这个、对。白棋，哎、嗯，哦，白棋这个地方、啊、我们得赶紧摆了。是尖，对，是尖的。啊，尖的。然后黑棋靠，黑棋靠。嗯。然后打翻粘。那是很厚的，这是。嗯。然后，哎，
白棋粘，黑棋拐。白棋吃一个是先手，黑棋必须得硬，然后白棋冲完了粘上，先手，对，好，把这个接回来，黑棋打吃，白棋顶打。哎，他这棋，哦，他觉得劫财亏太多了，是吧？我没看明白。哦，猴在这儿。嗯，他可能觉得是劫财多。哦，猴在这儿可能是有可能有一目棋。那这个，是站黑棋冲，挡，跳，跳，挡，点，点还挺厉害的。然后白棋打吃，黑棋提掉，再打掉。打掉没有？没有。这地方怎么定型？他是就是直接冲完了粘上了，对。然后黑棋，现在我这关键这个地方被冲完的双，冲了一下，对，这个白棋好像要缩回去了，白棋粘一下，然后立，那黑棋就把这一下给走到了。哇，这被黑棋全中间缠了那么多目。对，然后白棋团这个。黑棋把这个打掉，粘掉黑棋。这时候基本上这个胜负谁赢就谁赢，他就把这粘住了。对，对对对，他把这个粘住了，这样的话连结争都没有了，就没有什么。对，然后冲挡，冲挡，黑棋白棋冲了两下。这剩下的就是一两目的关子了。最后应该结果已经出来了，算的。对。白棋冲，黑棋就团，大概，然后搬粘，告诉我们结果就行了。我觉得这时候都是一两目关子，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没有目了啊。黑棋把这一团，对，最后是谁？应该是黑棋赢了吧？对，这盘棋最后是黑棋，三点胜，三点，那就是盘面是不知道有没有发点，可能，可能是没有感觉，没有罚点，因为谢科下棋也是挺快的。那就盘面十目，盘十最后黑棋。对对对，这盘棋最后谢科赢三点。非常遗憾，我觉得这柯洁，好像下的有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没冲掉，二个这个地方也没有及时的打掉。然后这个地方也没有打掉。对，后来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又没打。对。最后呢，可能最后可能还冲这个，可能还有点机会。本来可能还细一点会。对。但是这几手确实，有点草率。对，有一点，应该说没有防范。对，没有防范，也是祝贺谢科00后的棋手杀入了半决赛。对，都是。柯洁好像也是今年的国际比赛里面第一盘输了。之前势头一直都很猛。对，是的。第一次输棋。对。本来我们还是其实挺期待他跟申真旭如果能在决赛里面相遇的话，一场世纪大战，我们其实是挺期待的。对对。但现在受到了我们这个谢科的阻击，但谢科也非常强。是。那现在等于中国的两位棋手啊，赵晨宇，结果好像是赵晨宇战胜了中国台北的许皓宏，对，陶欣然输给了伊利寮，对，相当于有一名韩国棋手，一名日本棋手，还有两名中国棋手进入了半决赛。日本棋手这次也很久没有进四强了，印象中，上一次可能还是景山裕泰进决赛，那是两三年前了。对对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讲解就只能到这里了。行，感谢您的收看，谢谢大家收看，再见。